Thank you.
Thank you.
小心，有奇怪的声响。 好大一片孢子污染源，这些老鼠肯定是受到孢子的影响后变异了。我们得清除污染源。终于，全部清完了。小心，有个大家伙来了。 与搭乘人数有关，使用车上的蓄能装置可获得特殊能力。
资料显示，这是一座战前建造的博物馆，用来展示当警告侦测到异常电波。资料显示，虚拟影像是由这些在能量频道内的终端控制的。能量活动，难道他的目标是巨型能量源？核心，一种战前未普及的能源技术，没想到能在博物馆里见到它，多么迷人，是不是？你们可要好好领会它的魅力。磁场能量正在凝聚。我们得先攻击磁暴。
Yeah.